你他妈不是个男的！呀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J， 我是好人蛋卷。今天呢是一期久违的等未完系列啦。今天呢是一期久违的视频啊，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拍过等未完系列，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蛋卷叫过来，毕竟我要准备跟他 PK 一次。很多人都说啊你是好人蛋卷，然后很多人跟我说呢我也是好人一灯，毕竟只能有一个好人，我们要做一场 PK 了。我就想问你平时自拍吗？自拍呀。那你自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不够漂亮吗？再怎么样，女生都比男生会自拍，好吗？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，就是不要怂挑战。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：我们分别会拍一张自拍，然后呢，我和蛋卷分别准备三种物品摆在对方面前，对他进行人脸攻击。在攻击同时呢，对方要用手机进行延时自拍，要保持和刚刚自拍照一样的表情。如果表情产生变化，就算输了。听懂了吗？啊，你玩就行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已经把我的准备的道具啊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我准备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过后呢，来搞一下蛋卷。然后蛋卷呢，现在要开始之前呢，先拍一张美美的自拍照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就开始吧。好，十秒钟啊，开始了。到时间了，拍完了，拍完了吗？看一下效果。完全失败，完全失败。我觉得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一定会赢的。你准备接受挑战吧？先自拍一张，应该有一个很微笑的表情，可爱。二一，开始。哎呦！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落落的眼泪干翻云混成一块。我觉得我赢了，我觉得我赢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来看一下你的自拍照怎么样。我起码还有点像，但是你眼睛也闭了。那行吧，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觉得到底是蛋卷获胜多呢，还是我获胜多？你们觉得谁赢，请打在公屏上面，好不好？你们的公正才是人心。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们两个都得做成啊。惩罚环节就是这些水球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知道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水球，就是可以互相砸对方的。因为两个人都输了嘛，所以说谁受惩罚都不太好，所以说干脆就残杀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惩罚开始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开跑！还有一个，认输，对不起，你是个真正的男人。你是个真正的男人，真正的男人。我是伊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跟开空调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睡觉的时候，我把这个东西合上，对不对？留一条这个缝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窒息了嘛。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的空间，我的脚伸不太直啊。